那接下来请欣赏 A 舞台一个惊艳绝伦的舞蹈表演，表演者罗一舟。来，舞台交给罗一舟。哦，我们的那个画，对，汪明老师真的给设计出来了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发散一下自己的动画形象啊，一只红色的中国龙，正手边关的那种。这幅呢是咱们团队的哲天记的总导演画的。谢谢老师，我超喜欢这种少年小将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罗一舟老师很喜欢跳舞，所以我画了一个会跳舞的小王子。好想象力啊！